試下啲聲得唔得？玩具 TV 第十二季最後一集執笠啦，係咩？係啦，係啊，應該唔會有第十三集嘅，係啦，即係第十二季執笠。我唔知，唔清楚。Anyway， 咁啊，新年快樂先啦，點都講翻句啦。係喎，係上一次聖誕啦，冇同大家講聖誕快樂，補翻啦，聖誕快樂。咁啊，大家都希望今年嚟緊呢一年。有啲回應會得到啦，咁啊少啲破壞，少啲紛爭啦，咁啊 ，it's a dream anyway。好，廢話講完，係嘛？可以開始玩玩具係嘛？係啦，咪真係要玩玩具啦！大家都久違咗啊，德哥，有計較，德哥都好耐冇玩玩具啦，係啊，都成年冇玩過玩具，大佬即刻過嚟諗一諗先啦。想所以要德哥要出嚟同大家發表下身體健康，身體健康，最緊要身體健康嚇，大家咁話。好咁啊！今次一開波熱一熱身嘅，有一大輪呢一個平靚正系列，又係玩鬼嘅時間啦！我哋係啊 ，Necker Real Toys， 哇！今次都有一大堆古靈精怪嘢喎。不過話時話，其實 Necker 通常都係出啲古靈精怪嘢，但係出得好鬼出色，特別中意出恐怖嘢咯。不過佢其實佢真係完全係賣弄刁工喎，我成日都覺得真係好鬼刁工。但係佢呢啲好得意啊！即之前我哋玩嗰扎咧，一般都係衫都係雕刻噶嘛。嚇！呢啲都係著真衫喎。今次要同大家玩係玩真衫，或者攆咗我手頭上呢只 Halloween 先啦。咁啊 ，Halloween 咁啊 ，Michael Myers 咁啊，大家有睇過嘅都唔需要再多講噶啦。本身個盒就咁多，配件就咁多啊，永遠佢都留一手嘅啲嘢，冚唪唥都。但其實 Michael Myers 本身真係冇乜配件嘅。佢真係淨係攞住把刀，靠錘仔揼人咯。係啊，同把菜刀咯，廚刀啊。不過當然啦，多一句價錢，我冇記錯都真係即係兩三嚿樓下，兩嚿樓上，甚至更有機會即係一百尾都唔出奇。佢竟然出布衫，真係唔知點頂，即係我都唔完全唔明掹唔掹得嗰件衫。佢入邊仲有一件添啊！魔術貼添啊！哇！好性感喎，呢件 tube 嚟噶 ，tube top 嚟噶，咁搞笑嘅。嗱，有腹肌噶，大佬。佢呢個露脐裝嚟嘅。我拉到底，拉到盡噶啦。其實都嗰句，你真係咁嘅價錢，你真係 no sale。你都其實你又唔會除佢衫嘅，咁講。原則上係。但我啊好難諗點咧，200多蚊可以俾埋件真衫你咯，真係好過分。黐線，真係黐線。都覺得如果你話真係中意Halloween 系列嘅話咧。咁都可以，我諗即係俾大家睇一睇呢個 Michael Myers 本身個質素係點先，一定係講個頭啦。個頭雕簡直就高質啦！黐線，你好犀利啊！嗱，佢一來雕工好啦，即係你呢樣都無可挑剔噶。另外就係佢個上色功夫都好，你佢面上面雕咗好多紋，而佢去做一啲滲線咧、墨跡咧，都可以全部做曬喺啲紋上面噶。咁即係更加突顯到佢雕工，但係其實好難嘅，因為佢咧呢六寸咧。佢本身個雕刻好淺嘅，即係你深咗就好怪嘅啦嘛。咁但係咁淺之下都能夠積到咁多，即係嗰啲一般抹漬油喺上邊咧，其實好犀利嘅你啲 QC。係，咁啊當然啦，其實本身即係跟翻話玩美換，另外我自己覺得一個最大好處就係你可以喪樓。係。雖然著咗衫，但係件衫都幾鬆身。咁啊，極限㗎啦。咁當然啦，你作為一個人類，其實你又唔好特別奢求話佢可以即係。又要爆地啊！呢一路路，你真係俾兩嚿水、三嚿水啫，大佬。唯一我真係覺得 Necker 可以考慮一下，就真係唔該你俾多幾隻造型手，唔夠用啊！真係唔夠用。其實佢唔係考慮到即係，例如佢係啲俾有啲小朋友玩啊，可能佢有啲兒童規例，即係唔可以俾得太多小配件定咩啊嘛？佢好似有寫幾歲以上。呢、這個樣子都不會是俾 B B 仔玩啦。佢係零至三歲不得嘅啫喎。哇頂啦！咁即係去到四歲就可以去吞嗰啲配件嘅啦。係。咁你把刀其實都絕對可以吞嘅啦，呢啲 size。咁但係就硬係覺得唔夠用啊！我唔夠膽插得太實。佢條線揸㗎，佢成日把刀都係喺下面插上去。我已經掹唔掹出嚟。哦，係啊。算。咦？不過。哦。一般呢個角色都係叫反手揸刀，反手性光劍。哎，嚟緊達爾會重出新動畫，好想講。啲關節我唔敢講話好緊，但係都係嗰句，即係完全係水準以上。你特別話要做一啲好誇張嘅動作，我就唔敢講啊。但係即係你基本上一般嘅造型啊、pose 啊，
都真係唔使擔心。哇！突然之間揾完件布衫，即係玩嘅感覺真係幾好。其實佢又跳咗一級啦，佢自己。不過就即係始終咧，去到做我唔知嗰啲一比呢，佢唔係一比十二嚟，佢應該係佢 non scale 大少少，即係七寸零寸 around 係咯。咁但係即係以佢呢個尺寸嚟講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個衫嗰個 cutting 就爭啲嘅，即係稍微欠奉嘅。不過即係你考慮到佢價錢啦，同埋其實咧，因為佢如果做得太 fit 咧，佢就好難著上去，即係佢生產會有困難。咁變咗佢即係。取其二咯，咁但係你又會攞到啲新鮮啲嘅嘢咯。不過即係睇你中意玩咩啦。如果我自己就中意雕衫多啲嘅，因為佢啲雕工真係好靚，其實都唔需要玩到真衫。咦？我咪舐咗，左中間可以左腳啊？咦？係喎？咦？唔係喎？佢係？咦？唔係？咦？哇！好難睇喎佢嗰腳。可能係一樣嘅咯，根本上。唔係喎，應該係唔同嘅喎。係啊，佢兩邊哦係喎，兩邊個印字都唔同，係啊，佢個特字唔同㗎。但係佢呢只腳咧係好似係左腳咁樣樣。因為我企嗰陣時，我感覺有少少怪，我首先望一望，不過原來係冇左腳嘅，但係就好似企就唔係好自然。誒，睇下講下第二隻。好 ，next 關係啦，冇錯。我哋下一隻就有 Freddy 啦。咁佢呢個係用平時啲吸索吸合嘅喎，即係。應該是在那些各大玩具鋪就咁掛喺縫牆嗰啲嚟嘅，呢正咧，因為你可以直接喺出邊好清楚咁睇到 QC， 或者係有啲人咧買翻去好唔中意開呢盒噶嘛。係啊，咁啊又你唔中意開又可以就咁成個卡咁擺喺度。其實我頭先都經歷咗一段時間，哦唔係呢個，難唔難開㗎？就咁呢個就咁開嘅咋？哦，其實 relatively 就易開過以前好多，你以前一定要開底啊嘛。係啊，但你而家就喺側跟開咧，你變咗可以 mark 翻開。咁幾好喎、啊！即係我幾中意呢啲好 friendly 嘅吸索卡，因為你又容易裝，跟住之後你盒擺盒擺喺盒入邊又靚，咁所以其實都幾好、啊。反而我覺得即係呢張卡紙都幾懷舊，佢幾有味道。哦，卡通啊！係。好啦，咁啊，即係睇翻呢個新的噩夢，又係布衫喎、啊，大佬。係啊，呢、這個又係布衫。佢甚至即係布衫布褲啦。布衫布褲，哇！布件衫好鬆喎，條褲係啊，件衫鬆啲，即係其實都係嗰樣嘢啦，就係呢個價錢。咁佢版型問題咧，因為佢太緊嘅話咧，其實佢冇辦法著喺公仔度嘅。不過我哋啱啱都發現一樣嘢好得意嘅，咁佢盒上面咧，其實係有佢當其時應該即係我諗係官圖啦。咁你見到呢件衫咧，佢好搞笑嘅，佢件衫米芝蓮啊，係成個米芝蓮咁樣啊，佢咧就是、紅色藍紅色綠色間咧，佢係分開一條一條唔同嘅布車出嚟嘅。咁去到佢而家。實際上的大貨咧，咁佢就轉咗去做一些私印，印翻個顏色。完全係咪見到嗰種進步啊？佢完全是另一個即係跳咗級嘅，突然之間好咗好多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大家即係只能夠無視話，例如可能啲領口唔夠低，或者係啲過粗，或者係老細兩嚿。其實我覺得用料唔好，因為點解咧？佢用料個太厚啦，佢本身。咁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，兩嚿幾水你想點啫？係你有布衫黐線喎，即係條數點計？唔好講布衫，仲有件褸喎、啊，大佬。係啊，仲有件褸，跟住之後佢布褲，仲要佢唔係 hea 你㗎，你睇下，哇！啲飛啊定冇出嚟添，佢仲有個褲袋㗎喎，佢真係唔係 hea 你㗎。跟住之後呢啲膝頭哥，咦？佢咪？哦，唔係，佢呢個係著嘅位置嚟嘅。我以為佢調轉咗著。咦？佢可能係真係調轉咗著喎。咦係喎，唔知啊，可能係個款啊，可能佢前後本身都冇呢、這個。唔係，因為個褲袋啱方向噶嘛，佢冇調轉啊。如果調轉個褲袋咪唔啱咯。咁啊，然後你見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拼接嘅花紋都有咯，其實好細心。係同埋隻靴嗰啲上色都靚啊，嗰啲銀色嗰啲環位啊，全部上色都好靚啊。呢啲好麻煩㗎，呢啲其實咧有機會佢哋分鐘係手畫㗎，即係工人手畫㗎，因為咧有時噴油帽咧本身呢啲靴佢入邊個心咧係吉㗎嘛。你有時你吸得噴油帽吸唔好咧，嗰啲歪曬，有機會好多時都係手油或者係噴咗一陣之後手執嘅，所以其實好麻煩嘅。咁啊，更外乎其實我自己覺得 Nike 應該好多嘢都係手工搞出嚟嘅，即係好多上色，因為其實佢上色好複雜咧，大部分都係後期上色。佢 QC 好好啊，即係我哋呢啲驗屍官即係見到其實好坦白講，唔使點樣，即係好有信心咁樣是但拎一盒就可以俾錢。不過又咁講，我覺得佢主要原因係因為夠撈教啫，同埋都可以影到頂帽啦。即係雖然望落去係唔係應該講，其實即係膠製係一定㗎啦，但係佢嗰個質感啊、接紋啊、坑紋啊、texture 啊，係好有即係布嗰種感覺。呢、這個又係真係值得一讚，即係呢啲小處多關注，真係。
咁就上色上面啊，或者雕工上面，我諗即係大家都見得唔少 Nika 啦。咁就其實都係裝裝佢啦，嗰個狀態啊。哦，呢個係換落去㗎個頭。係啊，係咩？你差唔多埋齋嗰陣時變咗惡魔。哇！哇好實，暴力出奇蹟。好實，好實。喂，呢、這個。真係要好暴力，唔係其實真係要風筒嘅。係啊，我哋呢度冇風筒，所以可能比較未必裝到啦。唔緊要，今日有食飯。咦？有信心。Sorry 啊。好哇，好犀利！淨係聽呢個啪一聲。今日有食飯嘅，哇！佢呢個樣好猙獰下。係啊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正啊，呢、這個。咁另一個雕刻啦。咁我有時就唔係好明白啦，即其實如果以佢著衫嚟講咧，我覺得佢嗰個可動可以再做多啲啊嘛，即既然佢唔係好怕穿崩，因為佢啲腳咧睇下九十度都唔到，其實手同腳都係到 around 九十度。係啊，係係。我諗係咪之前啲素體其實冇乜點特別再執過用翻咧？我估咋嚇。哦，有機會，但係因為佢其實後期咧啲新 Nika 咧啲可動好正，亦都拆得好好。即例如我哋準備介紹嘅呢一款嚟講咧，我呢個新帽啊冇辦法。佢啲可動都很好好㗎，但係我會覺得係真係呢啲都不可多得嘅，即係你呢個價錢，同埋其實又咁講，佢喺呢恐怖市場入邊咧，其實都冇乜人同佢打交嘅。嗯，即係你唔買 Nika， 如果你想玩恐怖嘢，其實你麥花領。但麥花領冇，我覺得冇咁正，嗯、即係啲雕刻冇，未必有咁靚。好啊，咁啊又移師去下一隻啦。先啦，好。呢、這個誒，呢、這個我係唔識佢嘅呢個。我真係我又真係我又冇特別睇呢一個即係 3D 嘅黑色星期五咧 ，Terminal。主角的老母好像話在個湖上面，即係個主角即係喺夢入邊見到佢阿媽，就是用呢一個形象出嚟嘅。呢一隻我有幾高的評價，因為佢真係做得翻嗰種恐怖的感覺。$100-200大佬 ，Hot Toys 都冇直發啦。呢個就是 Donald Trump， 如果佢唔梳頭咧。就是这样的，他这个还要几天不洗才是当初没是这样的。你哇 有一件毛冷衫跟你做埋烧窿位，哇你又不是癫的整件事。他分钟这只是 Nika 第一或第二的产品的。哇我真的见高质素，你不是看回手我捋得那么厉害。Sorry， 我捋回高一点给大家看回筋肉啊的 texture 呢，哇真的做得非常之好，即係完全係嗰種枯萎啊、燒爛啊、燒融嘅感覺。你睇到都唔係好想摸落去嗰種感覺。喂，我真係覺得可能會黐手。我真係堅中意話嗰個胸部都即係有啲料到嘅，大佬件衫又正，裡面又有件黑色底衫，一定要 close up 個頭，大家睇翻本身佢嗰個精彩嘅造型，即係嗰種血紋啊、嗰種筋啊、嗰種皮膚組織啊、嗰種牙，你望翻佢個口咧，牙、脷、口腔係全部分翻曬，好清晰嘅。哇！佢上面啲蟲好似真係爬緊咁樣。係，當然啦，最精彩都係 Hot Toys 都冇嘅直髮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勁正。Hot Toys 唯一有嘅就係 Yoda， 同佢差唔多黐翻。咁啊，配件係冇嘅，但係都係咁樣望一望翻個。盒啊，咁啊，手攰 ，OK 噶。好靚啊！我發覺佢呢盒嗰個上面嗰個彩繪咧，其實係咪特登畫嘅，定還是佢係舊底電影海報入邊抽出嚟？我估就特登畫，特登畫，似特登畫。哇！好犀利喎！佢個 Nika Real Toys 個 series 咧係真係癲得好緊要。點解$200可以俾你咁多 cost 做咁多嘢？哇！你條褲，你條褲都有做舊化㗎，大佬。仲要嗱呢件衫褲你冇得挑剔佢，因為嗰個年代著嗰啲衫褲真係咁寬鬆喎。係，同埋依然係嗰句咧，即係嗰啲嗰種舊同殘嗰個感覺咧，佢真係做翻曬出。哇！佢呢個窿真係燒出嚟嘅喎，唔係講笑喎，呢個真係攞嘢辣出嚟。你望翻佢啲邊咧，根本就係揾我辣，我估揾辣雞辣。哇！佢啲好似哇，但真係火燭嗰啲咁樣打落去喎。咁啊，你話係都係嗰句，你呢只嘢唔係話啲玩啲咩可動，但係係咁樣喐一喐啦。喂，我對鞋都正啊！頂，我攞咗腳趾出嚟。係啊，揾隻手掌後邊拖一拖先。可能分咗件添啊，分鐘。呢只真係你有得賣的話，真係誠意推介啊，大佬。小腿有冇雕啊？有冇雕刻噶？即刻劣俾大家睇。哦，冇嘅。哦，削啲，不過係下不掩瑜。佢著長褲嘅，其實冇錯，即係下不掩瑜。好奇一問啫。
哇，喐下條腰，真係好正喎！佢嗰撮頭髮真係冇定，幾飄逸真係。係咁，依度擺個 pose， 擺到真係好恐怖嘅 pose， 呢個真係好恐怖，真係冇説話講啊！正哇，如果攞個兜裝啲水，然之後擺佢喺度影張相都幾正。嗱 ，Brian 呢一隻我有興趣啊，你留俾我。真係拍馬追唔上德哥重口味啊！係噶，我係好重口味嘅事實。T 一般嚟好咁啊，最正，但係其實冇乜特別嘢好講，純粹賣造型。下次係咪食玩具玩飯見到佢啊 ？OK 啊，擺喺隔離喺度食飯冇問題。係我做得出啊，大佬。好，跟住講翻另外一個進化。這個、我真的用進化來形容，去回新年代的產品，即是現在應該是新那一批的，即是高可動版本的。這套我沒有看的，這個是康州驅魔手，即 我自己覺得呢是近年西片的恐怖片來說比較好的系列，即 它下面衍生了很多，即康州驅魔手有一二，跟著之後就出 Annabelle 一二三，然後又是不是除了 Annabelle 之後還有什麼呢，忘記了、啊、還有 The Nun、即是鬼修女。但其實佢本身呢幾套系列，我自己覺得係算比較恐怖啲嘅，因為其實西片你知道好多時候都唔恐怖，或者係到臨尾都冇鬼噶嘛。咁其實佢都幾驚嚇㗎，即係你入去睇都 OK 嘅，我係中意嘅。咁呢、這個角色咧就係、是、第二集入邊其中一幕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女主角就即係、就是、不斷有啲嘢嚇佢啦，即係比方説 Slender Man 啊，或者係呢啲Crossman 啦。咁啊佢呢個角色咧就其實同Slender Man 係一樣，係嗰啲即係美國本土自己本身有啲恐怖故事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不斷咁扭曲自己身體嘅人嚟㗎。即係佢出場嗰幕喺個影入邊就不斷咁喺度扭啲手腳，係往一個唔尋常嘅方向去扭嘅。係即係好似橡筋咁樣。唔係，佢係好類似骨折咁樣，就比較似佢把遮啦，即係佢啲手可能會扭成把遮咁樣樣，咬曬咁樣樣啦，咁然後就會捉啲小朋友咁樣咯，係啦。咁啊，我好少見到呢個角色會立體化，因為即係可能比較恐怖啲啦，或者係唔知啊，我第一次見，可能要擺個盒喺後邊開唔到招啊嘛。再見一次。咁啊，可以大家留意翻本身隻 figure 入邊啲 detail 啦。咁啊，本身紅色嘅底同埋佢嗰啲儀印都好準同埋好靚。咁啊，頂帽亦都有做舊化。咁當然啦，其實本體嗰、那個即係米白色咧，亦都有好清晰嘅一啲深淺色同埋啲污跡。咁啊，成隻嘢變咗好出啊！哇，真係好勁臭！佢仲要咧，佢身上面做曬一直間嘅儀印咧。其實呢啲好難對位嘅。但你看到它都不是很入，即是不會說、哦、突然整條線扭曲了走了形，而且你看到褸子本身有些接紋已經是做好了，所以變成整件事也是很出的、件褸子後面用了軟膠，也是有些接紋做好了出來。哇，真的很瘋狂、啊、這件事。其實我想他們呢、就是、處理這些 PVC 的產品很經驗，因為其實呢PVC 的手板，即例如我們出手板和到做貨，其實它會有 loss 的、即那些紋呢，例如不過異重關節、是啊是啊是啊、然後你會看到 NECA 的紋是很細膩的，很保持到好像手板質素的，即是證明他們很有經驗在這個雕幾深到做貨幾深那個處理、另外還有兩隻，還有三隻手型的，個時間關係，我哋就唔換啦。咁就除咗呢啲之外咧，咁其實佢仲有兩個頭嘅。哦，咁樣換嘅。係啦，係成粒頭換的。佢成個頭換。哦，除得佢頂帽。咁就佢冇眼啦，我都第一次見佢。佢係有眼的。隻眼係。即係冇。得個窿啦，得個窿啦咁樣。咁啲牙亦都好勁抽啊！其實佢啲牙細細粒牙，同埋好著色真係好仔細。你看到它好像有些筋在上面，哇，有 Bandai 我就學一下，有些跡、有些筋、還有它這些不像 Bandai 那些是 用 print 出來的、這些真的是手上手油，很厲害，刷很多這些價錢，有這些質素，而且它、劇中裡面它那個走馬燈也都有，因為好像火水爐這個也可以動啦，哎呀，動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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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當然它不是連動啦，不是轉，我們有走馬燈就玩完了，但其實我覺得裡面有東西，它裡面本身有走馬燈的，正常應該是罅到的，我想可能運輸的時候跌了進去，跌了到底那裡，如果不是正常你在這些洞裡，你在那裡轉會看到它一直有動作會動的嘛，
咁但係佢入邊張走馬燈亦都有做曬喺度㗎，即係佢入邊所有每一格點樣喐嗰啲咧，佢都有做翻曬俾你啊！其實真係好精細，真係好仔細，癲嘅，好勁抽，大佬啫，係啊！咁啊，多佢你望翻成隻嘢，我把遮都頂癮啦，大佬。所以都係嗰句，即係有睇開呢套嘢嘅，似乎呢一隻都真係走唔甩。同埋多嗰句，你真係價錢又咁相宜咧，即係買翻去擺真係冇輸。Bonica 唯一個難處就係喺香港就比較難買嘅，即係你要個別揾某啲即係比較出名啲嘅，即係大家都知佢。超人啦，我講得好白嘅都。即係買美換你就唔好揀嘅，其實都係兆萬入邊。兆萬地牢啦，地牢嗰間幾好嘅，我都幾中意。咁你揾就超人啦。仲有冇？Seven 都。Seven 啦。唐街。唐街啊，唐街。唐街啊，仲有嗰間。即其實都是不過唐家那間多一點，就反而兆萬那間就相對少一點，但兆萬那間都有的。但這有興趣就即應該是談談同一間來的，應該就要訂的了，因為你出街找現貨其實都挺難找的，所以即有興趣。還有兩隻喎，收埋。好。呢個我費事拆盒啦，大佬真係。呢只就係2007年嘅一套萬聖節響應萬聖節嘅一套恐怖片啦。咁今次就有兩隻啦，咁有一隻係 Q 版嚟嘅。咁而家呢度見到呢隻咧就係、是、佢都好 Q 版。唔係，我想講其實都冇乜大分別。嗰個好似即係頭再大啲。我呢套我都睇過，但係係爛片嚟嘅，唔好意思真係。都幾爛嘅呢套都。真係爛得好緊要啊！我配件好多啊，劇情都唔係好記得。配件真係好多，咁呢啲頭其實有咩分？即係佢其實除咗個頭粒，就係呢個呢兩件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哦。咦喂，哇！喂，有料到喎，佢即係連入邊嗰個，其實你夠姜鋸開佢咧，應該都係入邊個骷髏頭嚟。我點樣裝埋啊 ？Insert mold 啊！哇！佢嗰個布嘅質感，擺落去標啊！佢似真係好似布嘅質感嘅啫，呢個佢車出嚟，我唔係好靚，好靚。反而Trick or Treat 佢本身呢一隻 figure 就多翻啲配件，佢連條繩都好真啊，好恐怖啊！係咯，好犀利啊！真係，真係好真，好恐怖啊！呢個。哇！哇！鐵甲飛拳，波板糖，波板糖正喎、啊，仲咬咗。嗰個手掌喺入邊托一托，咬咗一啲喎、啊，真係正喎、啊、呢、這個。好得意啊呢、這個，斯文啲咯，可以。咁你淨係要波板糖啊？哦，換頭。哇！型啊，有汁滴水咁好似。哇！好樣衰啊！哇！真係好樣衰。佢炸波板糖都得喎。不過佢另外仲有一條類似朱古力嘅物體，但係有戒刀。都係要揾手掌頭拖拖。如果唔係我又拎唔到。啊，都得。係啦，佢呢個朱古力嚟嘅，應該開咗朱古力，但係入邊有個戒刀頭喺度。哇！恐怖。好無恥啊！呢個角色。犀利。你鐵甲飛拳喎。係啊，咁然後有個係嗰啲南瓜絲咗出嚟，有啲南瓜絲。啊，係喎。嘅手啦，佢真係南瓜人嚟嘅。即係本身佢係喺電影入邊，佢係唔係人嚟噶嘛？應該係類似惡魔啦，因為鬼佬係得惡魔冇鬼噶嘛。勁喎，即係惡魔鬼喎呢嘢真係。咁佢威過 Michael Myers 好多喎，以 Halloween 嚟講。喂，個嘴喐得啦，都唔係話。哇！好勁啊！犀利啊！真係好勁。唔識佢都頂癮啊！呢只真係。真係栩栩如生。哇！著得啊！哇！呢個正喎，呢個黐，呢個抵買喎，呢個真係哇！呢只抵買喎，真係黐線！哇！大佬你同埋佢本身呢個 box art 都靚啊，反光燙金面，哇！呢樣搞乜鬼嘢笑？一睇曬，大佬真係～成件嘢都癲嘅，根本就套嘢唔好睇，好唔好睇我唔知啊，我冇睇啊。但係即係就件產品而言咧，即係日本仔真係學下啦。哇！質素又高，咪咯，有得意樣，價差又多，恐怖樣。哇！最慘係咩？價錢平，咪咯。咪買到的話啦，當然係咯。哇！頂呢個真係得意呢個。好咁啊！今日嘅鬼佬之夜暫時玩到呢一度。
鬼佬知。係，轉頭再見。好。係喎，鬼佬知嘢。在個袋入邊。哦，係嘅，係嘅，係嘅。So, yeah, thank you。頭先掹咗個嘢喺邊啊？喺手喺台。喺呢度，呢度，呢度。哦，佢冇開關掣嘅。冇。咁搞笑。呢啲布喺度。應該